行到識為止喎。黃培梅老師做特教老師的志願從中學開始，這一天他正帶學生認路前往實習單位。行第四次了他經常說，我不知道他，其實我覺得他記得的，他不知道是沒有信心還是什麼，他心裡面好總是覺得好像自己不懂這樣。咦，要上車 OK 啦，拜拜，你跟我哥哥拜拜。但是他剛才已經有信心了，我不會要搭回來學校再走回去了，我可以在剛才右岸第二街那裡找。我們職導課程是2011-2012學年才開始有，有沒有的、即是他們讀初三畢業就走了。當時我就去接這班，即是我就第一個 去嘗試了。其實是有點擔心的，因為當時即這種模式呢是未有的，即澳門裡面、用即職業導向去、培訓我們這些、輕度的學生是未有的。高中的時候有去接觸這方面的義工的，即我們就是做義工，做義工又會做一些助教的角色嘛，就會接觸這些小朋友，就會覺得、其實他們都、教的時候都需要一些方法的喎，同埋即係譬如話嗰時都會覺得，咦，原來他們有情緒要怎樣處理㗎？因為嗰時自己都仲係好細個，唔知啊嘛，咁啊覺得需要去了解一下，咁就選擇咗去讀咯。2005年嗰時就啱啱碩士畢業，機緣際會就入咗嚟呢間學校，而呢間學校就係、即係輕度嘅學生為主，中重度嗰啲即係我就冇教過。咁樣就教咗咁多，講真，讀書嗰啲就真係理論嘅嘢嚟嘅，你冇經驗嘅，即係你冇實際經驗嘅，咁所以就真係嗰啲實際嘅操作經驗就真係靠呢十年去教學過程中慢慢去積累咗啦，跟住再睇翻究竟喺同理論嗰個連結喺邊度。咁今日問得幾多得幾多嚇，睇下你哋記唔記得自己翻幾點啊？進行實習之前，黃老師都為學生具體講解詳情。如果你那天不舒服要請假要打電話找誰啊，電話幾號啊，那些我都會問。那你請假要打電話給誰？黃先生，還有呢？萬小姐，你到時可以在那裡搭員工班，好嗎？那說呢，你要留意一下他班車的時間，他有一個時刻表的。這間學校教的那些是輕度的學生的話，變成他們始終都有一些都相對貼近我們普通的學生，但太大就在他的能力上差一點，心智的發展就可能譬如現在15歲，他可能就未達到15歲那個，即是那個速度上可能要差一點這樣，即是在我現在的班，即是我們小班或者職導班，我們班主任助教是跟得他們最多，要執他的東西比較多，行為上、儀容上、禮貌上我們都要執。其他同學記得明天要帶你們的花和那個盆回來，聽不聽到？聽到。聽到。我覺得他們應該覺得我很餓咯。即是可能會經常批評他們，有時都即會忍不到口啊。不是啊，不是啊。通常想起老師都惡樣啊。是不是啊，我很惡是吧？都有啊。是啊，都有啊。有同學見我晏回來，跟住說遲到啊，他們都沒有出聲，阿嬤芬就好惡的人來罵我，來提我。提你不要遲到是吧？是啊，就記得這件事。那為什麼你這樣總遲到啊？沒有啊，今天有特別的原因，是啦，今天有特別的原因。我不是打電話，問特別原因。有時真的覺得，哎呀，如果這個時候我都 不去教他，我等幾時才教他們呢？有時都會多話了兩句的。高嘛，停一點，停一點，剪邊枝啊，剪邊枝，跟住呢？而家佢哋呢一班係職導班啦，即係面向就將來係要就業嘅。
冇搣啦，用铰剪剪啦。個學生特點就係佢哋嗰個適應性相對爭少少。第二就係佢哋嗰個訓練啦，同我哋普通人嚟講，可能需要花比較長少少時間訓練佢先可以掌握嗰個技能。喺職導課程當中，唔同年級都有各種嘅職業培訓，包括花藝、防務、餐飲等等。除了掌握技能，還有更加重要的學習內容。其實我們要訓練這一班同學，我們可能不是那個工種那個要求，那個是他有一些概念是 OK， 但是更多是他的態度，即工作態度、職業態度、人際溝通技巧、抗壓力的能力這些，或者應變能力這些。即是在花藝堂那裡 就有有什麼？大聲講嘢，大聲講嘢，係啦，佢有時好中意大聲講嘢。係啊，我中意大聲講嘢。咁跟住我又好惡咁鬧你。係。咁而家。你話幾叫啊嘛？而家翻工有冇大聲講嘢啊？冇啦，新人以嚟訓練下自己咯，啲缺點啊嘛，所以咪好咯。好咗啦。嗱，如果以前咧，我哋回憶下，如果以前喺初中咧，喺門口，我如果又話你做咩遲到，佢已經喊咗噶啦。係啊，真嘅，即刻眼淚好大粒咁樣。我翻學就跟住我都未鬧你喊咗先咯，咁樣即係我就覺得太過眼淺咯。咁為佢將來出去做社，即係社會做嘢真係唔好啊，因為你出去做嘢一定有機會做錯嘢，會俾人批評啊嘛。咁你下下人哋批評你嘅時候，你就眼濕濕，因為我感覺好似唔好接受咯。出去社會做嘢要對所有人噶，除咗我之外都要，所以要控制自己啲情緒啊嘛。其實你話我有咩目標？其實我更多好多時都係同我哋嘅學生去講，就話我嘅期望就係話，當你離開咗學校，你進入社會啦。我希望你可以照顧好你自己，可以相對獨立地去生活，減少即係屋企嗰個依賴啦，即係希望係可以獨立生活。咁所以我哋某程度上都會關注到佢禮儀方面啊、儀容方面啊、態度方面啊。即係點解會喺翻下工嘅時候突然間諗起我嘅？想起咁你啱嘅，唔可以翻翻工打電話嘅。所以其實真係有時何老師啲鼓勵嗰啲嘢都幫到你工作嘅時候，悶嘅時候都諗下。係咪啊？係啊。或者俾人鬧嘅時候諗一諗咯，唔好眼濕濕啊嘛，係咪啊？啊，如果做錯嘢俾人批評嘅時候係咪啊？啊，冇眼濕濕。呢啲嘢就關係到佢將來做嘢嘅需要，即係無論係邊個工作崗位都好需要，包括你唔好遲到啊，你即係喺聽指令方面你要即係達到要求咁呢啲咯。咁而嗰個訓練工種嘅內容就係愛嚟去 back up 去訓練佢呢啲嘢，包括實習都愛嚟去訓練佢呢啲咁嘅能力咯。我哋講嘅共通嘅能力啦嚇，即係共通能力。哇！我喺樓下等佢，唔見佢，佢係啊，佢8:30已經去咗啦。早晨，早晨，知唔知啊？今日第一日翻工啊，俾心機啊，都乖，今日好準時啊。試啊，係啦，自己試下。唔使噏曬面，係啦，就咁噏先得啫。一下啦，就。我哋把姐擠唔到落去喎。一開始咁。哇！阿千秋幫你啊。係啊。我教了10年，我不知道屬於哪個 stage， 都還是有很多挑戰的，因為現在整個社會的氛圍有些變化，所以變了我們的學生都有很多不同的變化，那我們都要跟上這種步伐，好嗎？那記住呢？可能教學方法上，我覺得我可能譬如上堂可不可以再幽默一點啊，生動一點啊，這樣。就是你中不中意做老師？OK 啊，我都幾享受呢個過程。咁我將班學生，即係或者將嗰堂課教好，或者將班學生教好，咁我就覺得好開心啦。你幾好喎？係嘛，千千我。當年
似啦。可能隻眼畫大咗啲，我隻眼冇咁。單嘅時候就睇下佢。係啊，有時啊，因為點解啊？冇咁樣當即係學生鼓勵我啊嘛，咁我咪望望咯。你當見到你做咗咁多嘢，佢都冇變化，真係會好好 down 嘅。坦白講，真係會好 down。有時都同朋友講話點啊，點樣做極都好似冇進步，跟住會懷疑啦，就開始懷疑我係咪唔適合教佢哋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去到另一個情況，就見到佢哋有進步嘅時候，就會覺得啊，原來你嘅付出係會令佢有變化嘅。咁就堅持翻，即、就、係、是、令到自己更加堅持去做好嗰個地方。回報唔知可以有咩回報？冇喎，冇呢個好呢、這個。不是我可以想的地方這樣是呀、啊、到聖誕之前就畫了、啊、就送給我是嗎我知道老師的人就開心了、嗯、開心、嗯哦、即希望我經常都開心是嗎是嗎是不要那麼惡心罵你是嗎即是你問我會不會想會有即是、啊、如果他會懂得送給我就好了我開心會有這個想法我好多謝你好有心嚟教我哋班同學，仲趁呢段好長嘅時間嚟幫我哋。和老師咁好用心愛心嚟教導我哋，喺教師節嗰段係啦，好熱烈，好多謝和老師嚟。好用心嚟鼓勵我哋，教導我哋啦。同埋仲有佢有好開心嘅笑容嚟對我哋咯。嗯，好彩唔係好惡啫。黄老师过去的十年都奉献给特殊教育，他口中说自己的恶，其实只是十分关心学生。学生每一小步的成长，对他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最后祝大家